觉得天道好还自作自受。陈、时中已经是民进党的票房毒药。蔡其昌之前媒体访问他，他说防疫不是民进党的强项。一个民进党政治人物说防疫不是你的强项，就承认你防疫做不好嘛。讲一件事情最直白啦，就觉得高端就是谋财害命嘛。为了护航高端，那时候挡 BNT 挡成这个样子，打七剂，我觉得那真的是玩人命。那你新竹怎么讲呢？新竹我的原则是一致啊，我的看法很简单，就是说今天不要让民进党当选了、民进党当选，柯建铭就很开心，说你看高官好棒，林志坚你看清白的。其实我觉得哈，我觉得天道好还自作自受，是我送给陈时中的八个字哈。陈时中其实我自己在，我是在全台湾走，陈时中已经是民进党的票房毒药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大家都躲他嘛，不是我讲的哦、我就讲蔡其昌。蔡其昌之前媒体访问他，他说防疫不是民进党的强项。一个民进党政治人物说防疫不是你的强项，就承认你防疫做不好嘛，不就是这个意思？不然一定是自吹自擂啊。可是蔡英文总统跟陈时中部长他本身就是说是你们为了选举，然后连那个防疫都可以抹黑。那你就用问蔡其昌自己都说不是强项、那不是我讲的啊。举例蔡其昌嘛，对啊，台中市长参选人然后人家问到选情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如果陈时中不选台北市长的话，就会如何如何。欸”哎，他怪到陈时中选台北市长。我跟大家讲了，就是说你要顾基本盘，那民进党基本盘就很铁嘛。那顾基本盘能力，他当然是有，但是你要外拓到中间选民。我到每个地方，大家讲一件事情最直白啦，就觉得高端就是谋财害命嘛。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你高端，你摆到现在为止，你有什么道理跟高端继续护航？打高端的人现在要出国，如果你是中程打四剂高端的，你出国要打七剂，七剂战士。各位自己讲，我们打疫苗有没有大部分或多或少都有副作用？我愿意牺牲这个，然后去换到染疫那个防疫的一个安全。可是你今天为了护航高端，那时候挡 BNT 挡成这个样子，打七剂，我觉得那真的是玩人命嘛。所以因此这些东西，我觉得陈时中是无法自圆其说，他也解释不了。那民众也不是笨蛋，所以我刚刚讲说天道好还自作自受，就是这现在陈时中一个处境。我的选举，我的呼吁很简单，最后哈，只要能够不要让民进党在这次当选的人，我觉得我都会支持啊，支持。为什么？因为民进党哈不是恨他，而是你让他这次得到教训，他下次才会改进。那你新竹怎么讲呢？新竹我的原则是一致啦，但是新竹选情要新竹人自己判断。我的看法很简单，就是说今天不要让民进党当选啦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如果你觉得赢跟人容易赢，还是高虹安容易赢哈，那你们自己做判断。但我觉得我的原则就是我不希望民进党继续当选，因为民进党当选只。我都可以想到那个嘴脸了嘛，你想当选柯建铭就很开心，说你看我，然后那个高端好棒，林志坚你看清白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去周玉蔻那边了，啊对啊，啊周玉蔻可能又包到未来，对啊，就是说周玉蔻的功劳，为什么周玉蔻说支持周玉蔻就投沈慧虹？你们受得了，我受不了。